你是谁啊？你要干嘛？放过我吧！我真是，我怕我控制不住我自己。 吸血鬼黄豆，天使，我是天使，专门考核人世间的各种生灵。那太好了，天使，快救救我！我观察你很久了，黄豆，你是一个很好的吸血鬼，你冒着会死去的风险也要放掉那个女孩，所以我决定要满足你的一个愿望。真的？ 真的，快说吧，你有什么愿望？我不想再当吸血鬼了，我想像你一样洁白无瑕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想要一对翅膀，因为我喜欢翅膀。就这样吗？没有其他要求了吗？我其实还想吸血，但我不想再害人了。你确定吗？那好吧，那我满足你的愿望。 我在哪？我变成什么了？我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觉得我漂亮的，点击下方的好看吧。